哎，等一下，等等我啊！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去哪里？我去赶集，你起来啦？真是我听到你开门了，你都没吃早餐就直接去吗？对啊，我去街上吃啊。你今天早上你自己煮早餐啊？我去赶集了。你不吃啊？我去街上吃啊。你就这样子带我一起去啊？我刚好也没有赶集啊，我跟你一起去赶集啊。不用，带你去不方便。怎么不方便呢？你去干嘛？我们现在这样子让人家看到，还以为我们在一起了呢，真的是。哎，这，我又不说话。我们都已经离婚这么久了，对吧？你还跟着我来？不要，你回去，你不要跟我来。我不你是说不话。是牙都没刷啊？我没有牙刷，我刚刚就想问你。你用我妈的，下次她回来我让她再买一个。怎么每次？上次你看毛巾也说用。那不然怎这。么办？你不要跟我去啊，我约了有人。我去，我不说话。你看，而且你这里一个人走这么远，是不是？没事。我去，我不说话，我也不会打扰你。你约的人，我可以跟在边上，我又不说话。别，不方那便。你约那个人认不认识我们？你打听的太多了，你不要打听那些，好不那好？没有这么多人认识我啊，那不认识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回去哦，你别去啊。那你袋子里面提的是什么？我没有那个包坏了，然后我现在提个袋子去。你要买什么东西？我跟你，而且你看你都包坏了，我们看顺便看一下有没有包，顺便买一个包吗？我用得着你买，我自己有手有脚的，我自己赚到有钱，我自己会买。那带我去，我刚刚都说了带我去，我又不会打扰，而且我又你那个还什么。跟着来干嘛？不叫你回去吗？我也没吃早餐，我们刚没好就吃到早街餐，上你去自己吃。煮一点啊！你自己不会煮啊？我煮我是会煮，但是我的意思就刚好你要去赶集，你看这么早进来，你赶集也不用这么早吧？你现在才几点就起床？晚了，等一下，那个街那都散了。你不知道我们这乡下的街，它都是早上六七点钟就差不多出发。我走路走到那里去。我看一下就。你看，现在连7点都还不到，你就出来了。我就说，刚刚怎么我听到这么早，我听到门声响了。那在这里等车啊？这里看你，你不是说经常有什么邻居什么的会在这里下吗？我不用等车。那等我们一起去，我牙也不用刷了，没关系。你不刷牙，那我不刷牙，谁知我道我没不刷管牙你刷不刷牙，反正你今天不准跟我去。呢？那我在家干嘛呢？你几点钟回来？那我管你在家干嘛？你收拾一下东西，吃完早餐你自己就回去就行啦，还能干嘛？你还想干嘛呀？我就说跟你去赶个集都不允许，而且那个赶集的话，那这样子，赶集到了那个赶集的地方，我就不跟着你，我自己逛一逛，我自己买一点什么生活用品，都不可用，以吧？然后你还买生活用品？我再给你买个你包。应该好好的去上班，去赚钱，趁现在还年轻，对吧？你到时候年龄老了，你去上班，那没有人要你上班哎呀，喽。这些大道理我怎么会不懂呢？我当所然以，懂这些大道理你了，等一下，我都说了，我有我的规划了。你自己收拾一下，就早点回去。来来，带着我来提，我来提，我们一起去。别，到了赶集那个不地用。方，我们分开走，没有人认识，也没有人知道。现在也不适合一起走啊。赶集的地方，这个现在这里，你不是到那下面坐公交吗？大不了公交车，这公交车一起坐公交车，你说谁认识啊？你说这。我又没告诉你我是不是坐公交车，好好，快点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看，等下，你赶紧回去。这个是谁？你管他是谁？你真的是你管得太多了。你回去，你不要跟着来了。这要不，这个，你现在就别在这里讲这个了，再讲这个，等下就听到了。算了，你还不赶紧回去？你回去收拾一下，我有事，我约了人，哎，我走了。